的八字我拿去跟算命的合过了，是孤鸾寡雀。你手上不是还有一颗痣吗？这个八字怎么来的？这是我很久以前在海边为了救一个人不小心弄伤的。所以接下来我会代替十三生，然后爱上他。二月八日起，每周六晚间十点 ，TVBS 欢乐台，这里爱。本节目由 iShine 爱闪耀冠名播出。